准备简单材料，棉米粉大发糕食谱，300克棉米粉，100克细砂糖，300ml 水，搅拌均匀。2包原味液咯，快速搅拌均匀。取出少许的面糊，3滴的黄色素，搅拌均匀。1/3滴红色素，搅拌均匀。颜色浅在2滴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调制个人喜欢颜色，准备7寸竹篮，倒入红色面糊，再加入黄色面糊，竹签棉石油，画上打叉即可。水多要滚，大火蒸35分钟，35分钟后开盖。开到美美哒，剪开多余的纸，装饰一下。完成啦！喜欢我的食谱，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。